的话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的工作是把这个东西给做，没有投资的收益。哎，很难很难的。然后你说好像没错呀。有的时候还有的其他事，像人际那个处理，你们他的质量好，不咋样好，你们要看对方怎么样的质量，就这个这就。看到这个。哎，对了，而且我们这个麻烦是大的，嗯，这个是不能的，还没有开始反正我不能这样反正对。第一组，咱今天特别拿到第一组。他这个政策现在就是房子居家权
来这边的力量。
Thank you.